这个小林倒霉到家了，他原来是中关村卖电脑的，他有前瞻，然后他就移民澳大利亚了。澳大利亚他买了一个葡萄园，那葡萄园有多大呢？好几千英亩，他酿酒。酿酒他这个销售的方式特奇怪，他怎么销售呢？他不是说他是找小 C， 跟小 C 的广告公司签了一协议，让小 C 那广告公司帮他卖，所以他这把自己的产品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了。小 C 被禁言之后，他这个广告合同就没法履行了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他这前瞻呢只是看直线不会拐弯，就跟那个步枪似的都是直瞄，他不知道还有尖瞄呢，是吧？尖瞄，直瞄就是直接的瞄准，尖瞄就是间接的瞄准，所以他那酒不好卖了。间接瞄准，尖瞄就是这澳大利亚成敌国了，他这酒进不来了。昨天我吃饭，每次吃饭吃完饭我都连吃带拿的，说你吃饭我就知道你耳目喉舌，你吃饭从来不买单。是啊，我吃饭从来不带钱，只带不带钱。你看这墙上，这也是老邓给我烤的面包，亲自烤的啊，解放军大校副军职给我烤面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吃饭带的不是钱，我吃饭是带的嘴。说吃饭谁不带嘴啊？带嘴我不是吃饭去了，我是说话去了，是吧？我说话是有思想的话，你们都是一大堆人，人多势众，起哄下秧子。我说的是，以众凌寡才可耻，与众不同不可耻。然后我回来，连吃带拿的，还连吃带拿的，连吃带拿的。你看这个，都是老邓给我的东西，给我的东西，我看看都有什么。老邓这净是高级东西。老邓啊，他也网购。那个谁卖苹果的老说，老邓是不是同性恋呢？老跟你啊，这都是这是泡腾片 VC， 我一个一个拿出来展示一下。老邓都给我了，老邓这口袋啊，都是那个张欣呐、苹果妹妹他们才有的，活和戏有温暖家庭的人才有。老邓给我的这是 VC 泡腾，而且是你看加钙的，是吧？这是钙吧？老邓用的全是帝国主义的好货，帝国主义的好货，这什么牌啊？哪儿制造？我一般都看产地哪儿制造。这德语这是啊，不是德国就得是瑞士制造的。我看我这瞎么胡眼的找半天没有找着，不是德国货就是瑞士货，这个是卖个什么什么什么。我跟老邓说呀，我老吐气儿臭，我嘴臭。老邓说那不怕，不怕。老邓就给我这个东西，说是什么漱口的，凹肉是吧？专门给喉舌使的，喉舌老瞎喷，嘴臭。嘴臭你就别喷了，闭上你的臭嘴，是吧？像我这就是，我这个都喝了你还喷，这个药，你看什么什么 breathe， 让你吐气如兰，吐气如兰，吐气就跟林黛玉吐的似的。老邓精弄这玩意儿，这让我刮胡子，是吧？一看我老给刮破了，激烈胡子。上回给我一瓶我还没使呢，因为我老使电动胡子刀。老邓还给我什么呀？这个。他说挺好的，佛跳墙，说把这个搁一罐儿里边就煮，就这个罐儿。所以老邓一给我挡在耳目喉舌，我吃过见，我说这佛跳墙我知道，我这佛跳墙知道。现在这佛跳墙以前是，我忘了，反正是江南菜，这佛跳墙就特有名。现在佛跳墙不用了，里边装的全是讲究东西，大海参。什么鲍鱼，
什么全是好东西。你看他这儿有字儿，他这儿写的，佛跳墙啊，主要成分刺身就是真正的参。昨天那个谁，那个苹果姐姐看我帮她卖苹果，代表张家口的贫困地区农民，请我吃了一顿铜和居。铜和居说，山东菜啊，农民张家口农民不会做菜，觉得最好的菜就是，葱烧海参。那什么海参呢？那都是海茄子，哪儿叫海参？我吃过见过，是吧？我说那海参得刺身。得野生参，那什么参得辽参，大连的海参崴让苏联给占了，得海参崴那参。你看人家这个佛跳墙，刺身佛跳墙主要是刺身，主要原料冷冻菜肴制品，生制鲍鱼、刺身、花椒、蹄筋、花菇、螺片、鲜贝、素翅汤汁、鸡肉、猪肉、鸡爪子、南瓜、食用盐、鸡精、调味料，这弄一起。老邓说，你就拿一煮。老邓给我俩，为什么老邓给我俩呢？老邓老知道我是百善孝为先，一个给我，一个给我妈。我这儿也没蒸锅，我都给我妈。老邓这佛跳墙啊，哎，去年我前妻给过我。王凯你又干嘛呢？王凯你病了吧？找奶奶吗？撒尿，你还没撒尿呢。来，别给开门，来撒尿。那憋着尿干嘛？一会儿把你给憋炸了，憋坏了。你看我闺女憋一夜不撒尿，不撒尿憋着啊。这佛跳墙，你看，原来我这是我前妻那种佛跳墙，也是一加温就行了。哎，你看佛跳墙上面坐着一佛，正宗佛跳墙。你看这儿有字儿，正宗佛跳墙。哎，那个可能是我前妻他们做节目还是怎么着的，嘿，一下给我妈来了大概就是，三箱四箱。一箱里边好像就是10个还是20个，我不记得，啊，就这佛跳墙，你看这跟老邓这个是吧？老邓这是直接一纸盒，啊，把这纸盒拿出来，这又美女谁代言呢？那个，啊，女排代言，你说我哈，他们长得漂亮就有人代言，啊，还有其他的什么院士啊。教授啊，专家呀，国家发奖章的全能代言，我是废了的，是吧？海湾战争，被核辐射了，再生战性贫血，战场负伤，要在美帝得紫心勋章，就是一个乔治华盛顿那紫心勋章，一或乔治华盛顿头那个，因为是战场负伤，结果黑我们领导说我惹事儿，海湾战争全撤了，谁让你不撤的啊？你还自费，你还敢去五次，开了得了。所以也没人找我代言，所以我生活困难。有谁啊，好吃好喝的让我代言，我代言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不像他们有地位啊，不像他们长得漂亮。你看女排啊，有成就，人家代言队啊，像人家院士啊，像人家什么大夫啊，什么什么代言，什么莲花什么的，我都崇拜他们。我就是有口吃的，什么窝头啊，白菜呀、啊，找我代言我就代言。你看昨天，啊，老邓给我这好吃的临走，我偷人家那个饭馆，是吧？饭馆我走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的肉，我同学都知道，我同学东城分局政治部副主任，啊，就把那个所有的肉啊、骨头、牛肉、羊肉打一包，我给我闺女吃。饼我偷了两块，我就喜欢烘焙食品啊，什么烤面包啊、烙饼啊，我就觉得这个谷物的这香味儿，凉着都香。我偷昨天偷了这饼。我闺女敲门，我闺女敲门，大婶，你
尿了吗？尿了吗？真乖。那这饼饼吃吗？来，哎，哎，这饼有葱花，他不喜欢吃。嗯，我昨天我回家，嘿，多晚了，十一点了吧？嗯，没地铁了。老苗要了一个专车，把老邓送回家。老苗也多事儿，我老说老苗。昨天晚上老苗拿两瓶五粮液来，我们都喝啤酒，你拿两瓶五粮液干嘛呀？而且是我同学东城分局的请客，嗯，你拿两瓶那五粮液，那两瓶肯定让他给扣了，嗯，老苗是老，我就是光吃点拿点，就拿点烙饼什么的，也不敢多拿，就拿两盐。你到了他们的管片，嗯，只进不出，那两瓶那个两瓶五粮液我没见着，嗯，又没了，肯定让他们给眯了。嗯，那剑都是他们黑剑。嗯，凉饼能嚼出香味来，昨天这饼偷少了。嗯嗯，偷少了，感谢老邓给我这臭猴舌送我的刮胡子的吉利。老邓，你给我这个，我还没刮胡子刀呢，刮胡子刀片都没了。以前还是江林移民之前给我刀片，现在我没刀片了。嗯，谢谢邓大校给我让我补钙，早点我这胶片的狗牙长出厦门牙来，好继续雕。这个是土气如兰，土气如兰。我要是再一白货，我再一土气如兰，无数粉红色的小口腔，哈哈哈不，全来了。嗯，谢谢老邓，给我观赞女排代言的佛跳墙。嗯，我也怀念去年我前妻啊给我这罐装的，给我好几十罐佛跳墙。佛跳墙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，是往五旺我吃了强壮，让我越吃越大，越吃越硬啊，然后我好跳墙啊啊，还是啊看我不行，一看我不行，让我先补吃佛跳墙。嗯，现在怎么现在到处都有各种款式的佛跳墙啊，是吧？全跟墙干上了啊，全跟墙干上了，佛跳墙。嗯，要润就润吧，还跳墙。他们都跳了墙了，是吧？我还拿着去年我前妻送我的佛跳墙的这罐，这罐我没扔，这里边不是佛跳墙，这里边是什么呢？我弄了点黄酱，哎，黄酱，哎，大葱蘸黄酱。听说那老包要出京，带着那东西公东宫娘娘老大饼，鞠躬娘娘包大葱，哎嘿嘿嘿，饼太硬，我这缺俩雕盘的牙，这块饼都咬不下来了，嘿，嗯。就得吃佛跳墙，嗯，吃了佛跳墙又大又硬，也没人找我代言，也没人找。